这个五颗星都是太简系列的遥感卫星，然后在我们身边的这颗呢，就是一颗0.5米分辨率的光学卫星。当我们从天上去拍摄的时候，我们拍摄一辆小汽车，能看到车辆运行的这个方向，它可以为我们的这个资源普查、城市规划、包括环保等等这样一些领域，能够提供很重要的数据支撑。这也是一个光学遥感卫星，你可以认为是一个缩小版，相应的这个整星的重量、尺寸，还有这个相机的规格都会低一些。这个是我们现在研制的一颗这个萨卫星，萨就是这个合成孔径雷达，实际上它是一颗雷达类的遥感卫星。这样一颗遥感卫星呢，就是它的特点，就相比于光学，它没有色彩信息，但是它可以穿过云雾，它也可以不要光照，可以全天时全天候的对比成像。这样一颗卫星，它的分辨率呢可以达到1米，也是目前国内这个一流水准的。这两颗小家伙稍微小一些。这一颗呢，它主要是搭载了一个红外，然后主要是用于环保这样一个领域的监测等等。然后这颗星比较有意思，它是通过去探测这个北斗 GPS 发射的这个信号，在大气里面经过折射之后，它通过这种方式去繁衍，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去探测大气环境。